去接他们的感觉怎样？路况怎样？到花莲的部分哈、哦，比较险峻，很多落石，那路面都损坏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挺进啊、哦。然后到了学校，看到小朋友，我们真的觉得很放心。那、啊哦、这小朋友等一下再去哪里呢？等一下我们回南投哈、哦，回南投。那因为南投县长他们指派我们过去接这些小朋友，嗯、那现在目前县长正在餐厅等他们，就是要让他们吃一点热食，再送他们回南莲，再送他们回花莲。嗯